动就是路。梅西，横了一杯，交给贝隆，贝隆射门，打在防守队员身上，乱干，好，有了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那个刚上场的五号吧？哎，五号，格拉利啊。刚上场的五号格拉利乱战当中将球捅入乌拉圭的球门，此球一进，阿根廷人基本上就可以预定去南非的机票了。对，阿根廷振臂高呼，这卖相。确实豪放了一点、这球，这球，贝隆这脚打，好像是贝隆啊，这球打在这个防守队员身上打在防守队员身上。对，然后呢，这刚上场的五号博拉蒂，他身材比较高，1.9米，大长腿，你看这一下把球勾回来，然后呢，球打在自己的支撑腿上，对，然后再一脚推射，距离球门比较近了。而乌拉圭那边那个防守队员的13号阿布雷乌啊。